OBD 二故障代码技术说明：涡轮增压器、增压器升压控制 B 电源电压电路高是什么意思？这是通用的动力总成诊断故障代码 （DTC），通常适用于 OBD 二车辆，其中可能包括但不限于来自雪佛兰 （Chevrolet）、che GMC、d e r a m a x 道奇、拉姆、Cummins、五十铃、福特、Vauxhall、大众汽车等的车辆。 尽管是通用的，但确切的维修步骤可能会因年份而异、品牌、型号和动力总成配置。涡轮增压器、增压器以及与此相关的任何其他强制进气 （FI） 系统都利用发动机产生的能量，例如排气脉冲、皮带驱动的螺杆式等，来增加可引入的空气量，燃烧室提高容积效率。 考虑到以下事实，在强制进气系统中，进气压力需要变化，并且需要根据操作员的多种动力需求进行调整。制造商使用一种形式的增压控制阀，A.K.A. 废气门、增压控制电磁阀等。该形式由 ECM 发动机控制模块进行监视和控制，以确保空气燃料混合物的化学计量比理想。它是通过机械的调节充电器中的叶片来实现的。 这些叶片负责调节枪式的增压量、进气压力。可以想象，升压控制组件中的问题可能会导致驾驶性能问题。问题是，当 ECM 失去对升压的控制时，通常情况下，您的车辆会进入滑行模式，以避免发动机损坏。通过超载不足的情况导致可能损坏的浓空燃笔混合器。就字母 B 而言，这可能是区分连接器、电线、电路组等。 也就是说，制造商的规格是为此目的可能拥有的最佳资源。当 ECM 在助力控制系统中检测到故障时，它将用 P005F 和相关代码点亮检查引擎灯。Cell。当 ECM 发动机控制模块在 B 声压控制电源电压电路中检测到高于预期的电气值时，激活 P005F DTC。涡轮增压器和相关组件。此故障诊断代码的严重性如何？ 严重性设置为中高。当强制进气系统出现问题时，您就有改变空燃比的风险。我认为，如果不注意或不注意，会严重损坏发动机。您不仅冒着损坏内部发动机组件的风险，而且在此过程中还将获得可怕的燃油里程。因此，维修强制进气系统内的任何故障都符合您的最大利益。 该代码有哪些症状？P005F 故障代码的症状可能包括低：低不稳定和或异常功率水平、总体驾驶性能差、油门响应降低、上坡驾驶困难、车辆进入滑行模式及故障安全间歇性驾驶症状是什么？代码的原因：此 P005F 代码的原因可能包括：增压控制电磁阀损坏或损坏，例如杠杆卡住、折断、弯曲等；腐蚀导致高电阻，例如连接器、插针、地线等。 接线问题，例如磨损、断开。ECM 发动机控制模块内部问题，充电器叶片上的烟垢过多导致停滞的高低不正确，增压水平、增压控制模块问题、排气泄漏。P005F 有哪些故障排除步骤？基本步骤 Number 一要记住的重要注意事项是，如果没有保护措施和或发动机凉爽，强制感应系统会产生危险的热量，并会严重灼伤皮肤。 也就是说，在视觉上找到增压控制螺线管，通常它们直接安装到充电器本身，而不是一直安装。找到后，请确保其机械功能符合标准，这势在必行，因为毕竟它可以机械地控制您的充电器并提高压力。如果您可以手动将操纵杆从螺线管移动到充电器外壳，则是一个好兆头。但是，请记住，在某些系统中这样做是不可能的。 基本步骤二，我有时看到这些螺线管具有可调杠杆，有助于找到最佳位置。当然，制造商之间的差异很大，因此请首先进行研究。注意，在此尽可能做到非侵入性。您不希望损坏充电器组件，因为它们往往很昂贵。基本步骤 number 三，根据您的特定设置，可以将模块直接安装到 Boost 控件上。说说大会，如果是这样，请确保没有进水的迹象。 任何腐蚀、进水、损坏的迹象，以及组件或者如果可能的话，仅仅是模块，都将很可能需要更换。基本步骤 Number 四，请密切注意升压控制螺线管的线数，这些被传送到非常接近有害热量的位置。在大多数情况下，如果存在热损坏，这将在故障排除步骤的早期很明显。